要好之前跟我讲啊，30秒。喂喂喂，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新竹州新竹郡李宙宇李郡守带来演讲哈，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谢。来，各位朋友，大家好哈。这是我的资料，我第四期的初级班，你看恁即马第几期的哈？所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我拢有上啊！我自控两年秘书长控过，我就开始关注台湾民政府啊。来，啊？我唔知影恁第几期呢？你应该百外期啊吧？来，台湾的法院依据《下关条约》，我卡一家工作马关条约，为啥？因为应该马英九关起来，来。但是占领权是美国 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样子没有要经过占领权的同意哦。这拢伫官方网站，台湾民政府官方网站拢有。上主要就是啥？中国将管理下开地区，一切永远让与日本。这个时阵签约，台湾是殖民地，因为还没有在万国公法架构下建构所谓主权。殖民地就像股票一样可以交割，你知道不？股票这个时候的台湾是股票，还没有建构主权，所以可以交割来交割去。台湾全岛所有附属岛屿，哇啊！大概按呢？1830年代之前，拿破仑的时候是只要去占领人家的土地，在那个时候没有法律规范之下，想讲。偷对个像哎，好，1830年后发现说，因为这样而引发的领土侵略的战争太严重了，所以才有下列什么一些国际法、万国公法。万国公法主要是讲占领不能移转主权之类的，战争法相关的一些架构哈，这个你们自己大概就看一下就好了啦。因为跟你们讲太深，我讲你们听不懂。我刚刚赶紧改工。1830年以后所发动的战争，都要有一个国际的法律规范。不用讲，你看上袂爽，阁要去讲弄，不用的。哦，大家呢 ？Chinese Taipei， 哦，西哈、哦，中国政府 Chinese exile， 噶流亡，中国流亡对不 ？Government 政府对不？在台北缩写，一个取其这个。啊，这个 Chinese Taipei， 华语称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再来吐蕃，依照叫西藏对不 ？Tibet， 吐蕃达兰萨拉，简称这是简称全名啊 ，Tibet Exile Government in 达兰萨拉。啊、哦，这相关的战争法架构下有很多组成分，海牙第四公约。说战争的事，日内瓦红十字总章程、陆军野战手册、美国法院有关于战争的判例，还有因为战争所产生的一些惯例，那也可以形成一种法律的判决。台湾目前的地位，我都要一开始，台湾的法院依据，日本天皇有领土所有权，美国总统因为太平洋战争打赢日本。占领权不等于所有权哦。你有听迄柯文哲即马咧甲五大财团对抗，讲那什么地上权有听过无？为什么不讲所有权？因为因知影土地所有权是日本天皇的地上权，安尼知意思哈？他买空卖空，他会害死这些财团。哦，就这样，日苏美战。哦。这大概讲一下，1895年《马关条约》嘛，大清帝国大皇帝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表示一下，土地所有权的交割是皇帝对皇帝，不是政府，不是国家，对不对？
所以台湾澎湖的土地所有权谁的？天皇，他不是跟政府签约，对不对？是不是皇帝对皇帝？所以土地所有权是皇帝的。哦，重点是这个，不是现在的日本政府的，日本政府只有管辖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的日本天皇将管辖权交给日本政府，要这样解读。来，9月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哦，第二条的 B 有多少讲？日本政府放弃台湾澎湖的管辖权，无指定收受国。我用英文讲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astores。伊这个所在管辖权。你甲动作，有囡仔会举手？好，就你，你犯罪，你去用管的感觉，你对于小孩子的管辖权是不是由判你刑的法院指定一个国监护人管你的孩子？就是这个意思。他没有你跟孩子的那种所谓法律上血缘的关系，所以由法院指定一个所谓那个什么法定的代理人。照顾你孩子的生活起居，不是所有权。那侬去有电话屏给我喷了。管辖权不等于所有权，管辖权跟所有权可以分开来看。你去用管你的杠杆，你的囡仔什么叫个？欢迎诶，指定一个，对不对？法律监护人。台湾关系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的一种，也算是我们一种监护人了、啊。来。大清帝国国那个时候航海家画的只有左半边，左半边从宜兰一直到高雄的凤山红山六个屯垦区，取屯垦区哦，比殖民地还不如，是清朝的管辖地。右半边拢是迄赛德克巴莱，你有看迄电影无？有无？赛德克巴莱迄高沙族诶。表示在实际管辖的范围只有这边而已，不是所有权哦，管辖范围。日本打赢了以后，一路一路借由塞德克巴莱，好不？开展你的时间，好不？展你开始弄，哦，建构了主权了，大家都那个了。然后1937年皇民化开始，然后1945年皇民化一下教育。改名字，受一些日本文化熏陶的国际法的架构下，哦，完成的所谓国际认可一个，就是说让土地成为大日本帝国架构下的一种国际流程啊。然后1945年4月1号，天皇诏书后，台湾人有参政权跟参战权。啊、哦，高沙义勇军有听过无？高沙在南太平洋战争下下桥。有参政跟参战，你讲，你的祖先、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不是日本人吗？对不？哦，大概就讲到这。这些有颜色的都是台糖的产业，都是日产。大埔的藏药房，哦，大埔的藏药房那些，我有遇过一个。像台糖承租土地的，我说这些台糖的土地，他们都说他是向台糖承租的，他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流亡政府是拿日本天皇的土地来罪领情，给支持他的财团，好吧？地上权不是所有权，来。占领的状态下，哈，要有所谓军政府，军政府下卡有分成两大系统，民政府，军政。中华民国在30、40年前，不是所谓解严之前，叫做有一个叫做什么行政长官公署跟警备总部，有无？有印象？我听过无？行政长官公署你给他套入民政府，哦。警备总部立刻套入军政，安尼个好啊，啊，阿个合起来叫做流亡政府，
台湾关系法其实是在保护中国人，台湾关系法是在保护中国人，所以不要用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的话，我们咱本土台湾人，咱的中国人是 the people on Taiwan， 没有，其实应该讲 the people on Taiwan 包含本土台湾人，有日本时代好就停本，跟直系的后代子孙，跟中国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才是真真正正本土台湾人，无甲中国人认做伙。所以你若要阁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像有宋楚瑜讲的，你就落入这个陷阱了。你会再继续被管理当局把我们当成中国人，他就会看不到本土台湾人的控诉。美国是以你认为你是什么人申请的证件来决定你是什么人。你现在出国，你用的是 ROC 的 passport， 人海关就给你录，你中国人，对不？对吗？哦，现在让我办身份证啊。管辖权，美国不能够装死了，有无？他对我们装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是拿中国人的身份证，对不对？权利义务的关系，美国找不到台湾人。从他的逻辑，你们的身份证我看不到台湾人在哪里，安内在不？因为他们是实事求是的啊，这也造成美国有对台湾人有模糊操作的空间。好的，来，中国。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拢讲咱是伊的一部分。好，二次大战，中国战区投降签字在南京。啊，参谋总长小林前三向中国代表何应钦，中国战区哦。如果台湾是他的，应该只有一个战区，对不对？啊，为什么又有太平洋战区？太平洋战区受降的中国人是陈仪。如果台湾真的是像国民党跟共产党他们一中原则下的中国人说台湾是他的，为什么会有两个战区？对不对？一个战区就好了，对不对？什么？中国人在骗人啊！既然光复，哪里来有受降天理？对不？中国人不是在讲什么什么光复节吗？10月25号，既然是光复，哪有受降？对不对？光复就是表示本来就是你的嘛。否则为什么有受降典礼、投降签字？对不？投降，对不？中国人都在搞台湾人骗。来，中华民国军舰舰旗，其实这个五色旗有没有？那个才是真正中华民国的国旗啊！现在的这个中华民国国旗其实是什么？海军军旗，哦，蒋介石，你看从左边数来第三面，海军军旗接受投降，这是笑话。为什么？代替美国军事占领，他是叫海军来占领。海军军旗，中华民国还没丢啊，为什么使用海军军旗？表示什么？这个中国根本就不是那个中国。阿哥来，我们的国籍，你们知道什么时候被改的吗？1946年。1月12日，被行政用什么行政命令？0397号，1946年1月12号，我们被改成国籍，其实这是违法的。啊，你看哦，这个大法官，他针对一个台湾人的判决，民国35年1月25号，你加1911，是不是1946年1月25号？在1946年的1月25号判决。为台湾人于光复已取得日本国籍，那他的1月12号，1946年1月12号，你们这样，哦，是不是冲突了？对不对？同一年竟然会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判决，哦，在骗人，对吧？这个莫怪讲郝龙斌会说我们是皇民后裔，因心肝内拢清楚。咱是皇民后裔，因是中国人，安知无？是嘞，有看过漫画的少年的假手《海贼王》，有无？哈，《海贼王》，我们被海军军旗占领，对不对？中华民国海军嘛，所以我们被海贼王占领了。哦，天龙国的天龙人，这是有点酷说了，有点那个恶搞了。为什么台北会被称为天龙国？因为海军占领。
中华民国的海军占领台北啊，所以叫天龙国啊，被海贼占领嘛。为什么美属建国独立自治不可行？不是美国的属地啊，所有权在日本天皇手里，对不对？建国无法建国，为什么？所有权在那边，而且日本的帝国议会没有一个分离的法源的公投的依据，所以没有办法独立。独立你要跟美国打，因为占领权是美国啊，你要跟美国打。自治，老实讲还是要美国跟日本天皇商量，我们是比较被动的，只要我们遵守国际法，我们会有一条出路。哦，民政府是比较被动，因为证书你没跟人画帕拉肯的条件。哦，啊，再来，李孔孔那年十月二四，秘书长就告啊，哦，告了以后，好像来回十几次，最后五个结论。那个时候啦，台湾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再来，本土台湾人甲住台湾生活的政治联合，再来，美国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援国，再来，台湾目前又阁是美国军事占领。这个点，那现在这个政府是谁的？中国的，对不对？有在去年11月29号参加中国人选举的举手，不要紧，有无？你那天你是中国人，哦，真的，我有改变。这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上主要是谁？佩蒂选丁奈，美国国务院的律师。丁奈意思搁置，搁置争议的艺术。好吧，好不？搁置争议，为什么搁置争议？因为他还没有就定位，美国还没有就定位。有人认为佩蒂先迪奈是原告败诉后被驳回，不对，美国还没就定位，还没有真正就定位了。法理上就说，你要，就像讲，你要甲一个人伸嘴皮。你爱伊徛你个面头前，你甲人家渗着嘴皮对无？你即马渗无啊？渗着风啊？啊、哦！美国还没就定位。好，前年的迄广大信号，迄渔船毋是去予菲律宾断一个有无？结果你看，美国诶记得见，你看顶头迄面旗啊，啥物旗啊？啊、哦！所以表示美国国旗有无？所以表示什么？美国就定位了，就定位了啊、哦、！GPS 就定位了。啊，再来，前两天的新闻，英国有线电视讲的，海军将领欢迎日本将空中巡逻扩大到南中国海，有无？南海有无？什么九段线？恁大概看一下哈，恁看欧里，我拄仔有甲恁讲《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 F 对不 ？Japan 有无？二 F 日本。我念给你听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the Spratly Island and to the Brussels Island， 等一下，南沙跟西沙诸岛的一些权利，就是管辖权的意思。加二 B，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前面的英文完全一样，所以这表示什么？南海的问题其实一样。哦，啊，再来，我念给您听，这字有较水。日本交流协会前代表斋藤正树在2009年5月1号在国际关系协会年会演讲《台湾地位未定论》，代表日本政府立场。好、哦，结果事后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complain， 然后他们的立场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日本放弃。所有对台湾的权利，权利名义请求权，其实就是监护权或者是管辖权、哦、不是所有权哦。所以对台湾法律地位问题，日本政府没有独自认定的立场。为什么？美苏大战是日本天皇甲美国修台，所以战书以后，因为我有讲过，日本天皇将国家大事交给人民选出来的政府，日本战书的。在某种上，就是说他的管辖、他的权力被某种程度上被
美国所取代，所以日本政府要对台湾有任何的那个，必须要美国点头，因为美国打赢日本天皇，对不？我刚刚讲指定的法律监护人，你去有关爹干干的，哎，那个指定的法律监护人说了以后，那个管理权的日本政府才能够被动的配合，哦。来，因美国打败日本天皇，所以台湾问题变成美国要主动，日本要被动配合。对于台湾问题，这是日本针对台湾问题的官方说法。日本对台湾问题没有立宽海红字格，没有独自进行任意的立场。为什么？因为美国打赢日本天皇嘛，所以他要处理台湾问题，必须要美国先出声，带小老弟来处理问题。就这样，安保条约就是这样子。来，依照那个韦伯斯特 （Webster Dictionary） 这个，这是一个很专业的英文词典解释。我刚刚讲的 renounces 有没有 ？abandon 两者都有放弃的意思，其中 abandon 是放弃以后不再取回的意思。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里面的 renounce 会有放弃后再取回的意思。依照惯例，放弃的财物或财产未经合法程序转予他人，有选择适当时机安排取回原先已放弃之物。读我讲的二 F 加二 B 哈。好，来，今天我要讲的重点是这個。昨不是彭淮南宣布人民币有没有在台北的三个便利店有没有？要开始可以兑换新台币啊！来，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毛泽东，借由 ECFA 还有后续协议签署，因为他们的宪法领土范围是不是都一样？往下来是不是借由 7-11 在做看高矮啊？ 7-11 是不是统一集团呢？统一嘛，两岸中国人要统一，当然要找统一集团做看高矮嘛，对不？看高矮了，你看。两岸中国人整合成一个中国啊，对不对？你看统一集团刚好两岸中国的中介啊，引发台联党团的抨击，两岸中国人金融货币的无缝接轨。听我讲，货币是国家的主权象征，所以新台币跟人民币一阵子以后一定会等于中国货币，一定到时候会等于一中原则，同理可证。你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我大概讲人民币会怎么搞。第一阶段先用新台币，人民币要在台湾买东西，借由便利店兑换成新台币，对不对？第二阶段我认为他会怎么干？他说货币的发行量，人民币比新台币高，所以到时候会演变成人民币直接可以在台湾买东西。第三阶段就是直接消灭中华民国的主权象征新台币，三个阶段，身份证大概也是这个模式，所以您紧办身份证。再来，在我1月25号在新竹市18间山，这是张照片我自己拍的，今天想你在不？新竹市长去年失败的林政，那个谁，许天才、许明才了，不，前新竹市长柯文哲，记得对不？我和这种阮新竹新竹州的同心，翕相的人是我，摄影的人也是我，他被我抛照到的，我抛到 FB， 抛到 Line， 啊、哦，被抓到了。你看，国民党的自己都关心自己的未来了，啊，恁这个台湾人，恁个不爱办身份证，都要给他去喂，对不？国民党，他们应该讲啊，他们有利益。他们是因为效忠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给他们利益，他们怕放弃了以后，他们的利益没有办法那个，所以我能够理解。但是你既然不要做出的选择，只能尊重，因为你效忠那个对象，他给你利益，如果你放弃了，是不是意味着你也放弃他给你的好处？所以他们不加入民政府，或者是他们有其他的考虑，这个是我可以理解的。可是你既然做出的选择，你就没有资格怨天尤人，要加入那个一定是有舍才有得、哦、所以这没什么好说的。我也就最亲切，其实已经做中国人了，啊，要去就去啊，无啥啊，哦。
来，金管会，加迄 I O I 集团的有无 ？I O I 集团你知无？鼎新呢？马来西亚有一个纳明岛，那个纳明岛被美国被马来西亚定义成境外金融中心，然后有两家银行目前合作备忘录，台湾已经有兆丰跟国泰世华在那边了，然后这个新闻没多久，中国的工商银行，这个是当地纳明岛的英文的一个小报，大概英文啊，大概在前面抬头，我把它比较主要的新闻在这边。这个的英文的意思就是，纳明岛翻译有无？你看下骹有啊，中国的工商银行在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是热衷于在这里设立分支机构。台 I O I 集团的那个要出资200多亿，要买鼎新的200多亿的那个有没有？是由 I O I 集团设在纳明岛的一家公司由那边出资的，境外。两岸中国的境外哦 啊，再来101的问题，我私底下再跟你讲。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得到证实，所以我只能跟你讲我知道的哦。兆丰金控在不？兆丰金最大股东不是财政部，而是大陆幽灵股东。您听我讲哦。兆丰金最大前十大股东统计，兆丰金公布所谓大陆地区的股东持股，合计大陆股东持股11.86%。为什么？因为那个时阵他们被共产党打过来，他们把在中国的所谓兆丰以前叫做什么银行，你们知道吗？叫中国银行。他把那边的资产带过来，按那边的股东名册，他们也带过来了。你们在对照刚刚的那个啊，我讲错了，工商银行了，以前叫工商银行，它的名字也叫做 ICBC 英文。我刚刚讲的纳明岛不是也有一家工商银行吗？这些股东应该会借由境外中心将他们中国的股东股利借由纳明岛将资金汇回中国去，这是我合理的推论，对不对？中国工商银行，兆丰以前也叫工商银行，都在纳明岛设立分公司，就可以那个了。金融业他们一中原则。来，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省属七行库？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有哈。省属七行库，民政府本身是不是咱顶头有人？秘书长有讲无？可以，美国军政府对不？所以在这个契约架构之下，是不是一种信托的一种关系？我们民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所谓未成年，所以我们需要民政府就是美国。好，来，这个民政府是当地老百姓所要成立的政府嘛？民政府有没有？秘书长有讲，被占领的当地的人民要成立民政府，对不对？省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秘书长讲过，省政府就是民政府，在南投的所谓台湾省政府。省政府那个时候就是日本时代有所谓七行库，就是日本时代成立的七行库。我跟你解释一下，日治时期的金融机构俗称省政府七行库，追溯最早116年。来，你现在想看哈，台湾银行、土地银行、省属七行库、彰化银行、彰银、一银、华银、合作金库跟中小企银，是不是最近这几年都已经上市了？台湾银行跟土地银行都是100%官股，100%，因为它负有所谓贷款啊、土地贷款啊、老百姓弱势团体的一些哈，所以这两家银行应该会保持住。因为美国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政治体制，不是要改变我们的国家体制。因为，但是他因为这两家银行他负有所谓政策性的任务，他应该不会轻易让他上市，会用另外一个方式让他转型。好，再来，为什么要上市？
因为这些都是大日本时代成立的银行，时间对不对？没有在1945年以前，对不对？啊、哦，对不对？没有在1945年中华民国来台湾之前，所以这些都是神属七行库，其实就是什么日治时期的七行库，啊、哦。这两家银行，政策银行，到时候转型的时候会有一个特殊的方法。再来，英华，这是我所知道的。你们大概先看红色的合作清库废止条例，所以刚刚上面那一页是不是合库上市了？对吧？职业学校，去年的时候，柯文哲那个时候选举的时候，不是12年国教闹得很那个，职业学校废除了。你把它延伸一下，教育的法律法院依据被废除了，所以变成12年国教没有一个执行的法律基础，所以闹得沸沸扬扬的，对吧？高中学校，财政部金融局组织条例，国库署在跟您钱有关系，对不？国父纪念馆，所谓国父纪念馆，有无？都已经放到冰库了嘛？财政部，你们看红色的哦，到时候我给你们看下一个。跟你们的钱有关的，你们的存款，你们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存在银行的，这些条例被废止的，有没有法律依据可以保护你们？如果你们的钱被东挪西挪的话，你们有没有法律依据可以控告跟你钱挪来挪去的银行？没有，对不对？还有很多条例的，我只是列举几个而已。再来，我都要讲的，合作金库有无？废止，你看想弄什么时阵？102年5月9号，古尼对不？过来，阿哥来讲，我都要讲诶，财政部金融局有无？我刚刚看的红色的有没有？财政部国库署有无？废止有没有？财政部税务中心有无？跟恁钱有关系啊？要跟恁查钱，啥物有诶无诶？国有财产局组织条例废止案，啊、哦。这个是长讲的，讲要废新台币的，有无？不，人民币有无？要在你看哦，彭淮南，日治台湾新竹州，台湾人，他是台湾人，而且是日本时代的台湾人，有看到无？日治时台湾新竹州家，有无？为什么会这样？这是 Google 抓下来的、哦，来，劳工。退休基金组织条例，您退休废止案为什么？你听我讲嘛，听我讲嘛。废止案只是让你的钱没有运作的法源基础，屌嘞啦，屌嘞，你知不？卡住了啦，这笔钱没有办法用了，就是像一滩死水没办法动，屌嘞呀、啊！哦，过来，监理会重缺2.6兆劳动基金风险随付，不用怕。目前是空转中，等你们觉醒办身份证而已。你们不觉醒，永远就卡住，对不对？因为你们不想当台湾人嘛，没有办身份证的，你们还不想，钱就先给你们卡住。啊，基金监管劳动部无缝接轨，秘书长刚讲的无缝接轨，对不对？这是联合报的网址，联合新闻网，他也讲无缝接轨。中华民国的主权象征，新台币要消失了，你知道吗？福建平潭现在已经全面开通新台币了，新台币在福建的平潭用新台币买任何东西，做任何交易都可以。好、哦，干嘛？大家要用福建平潭来消灭中华民国的主权象征，慢慢的把新台币消灭掉。在林口，我们的黄金。哦，所以不用怕，因为一般来讲，一般国家要发行货币是以黄金的库存量来发行的，哦，所以你们不要怕，它印再多只是印钞票过去而已，哦，只要黄金在就好了。美国不是笨蛋呢，美国不是笨蛋呢，来，韩战，你先看，韩战爆发1950年。到1953年，
你们现在要先记住，韩战1953年是七月份停战。我到时候会给你们看一张1953年八月份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先记住就好了。1950到1953，再来823炮战，从1950一直延续哈，几乎是亚洲的战争，从1950韩战爆发就没有停了哈。823炮战，1958年而已哈。啊，再来越南，也就是从1950到1960，是不是这三段时期，这十年几乎整个亚洲都在打仗？好，先记住这一段。里面的内容我不解释，是因为我这个是一个铺陈。来，中华开发工业银行，我为什么会讲这一家？它在1959年成立。韩战、越战、823，韩战是1950年爆发，然后1958年。大概啦哈，大概是1950几年。我为什么会讲它？我多少我跟你讲，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信托统治，我那个时候经济安定委员会跟世界银行，世界银行不要的大头家就是美国，信托，中华开发信托，信托我不是跟你讲，还不会等大人。所以需要信托，还没有所谓国际人格，有没有？信托嘛，你委托人家嘛，这是美国跟中华民国的一种契约标的。来，我的结论是，美国利用蒋介石集团跟台湾关系法，台湾一成为美国西太平洋不成的航空母舰，二串起西太平洋珍珠链的枢纽，三扩大 TPP。TPP 也英文可以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就是泛太平洋贸易协定，降低 RCEP 是中国所主导的区域经济协定，就是跟东南亚国协的影响力。韩战、越战跟823炮战的时间，这段时间让美国惊觉了要用中华开发跟它产生一种契约的关系。中华开发的资金是美国给蒋介石集团看守西太平洋的金鸡母，信托统治，有没有？第三条，我刚刚讲的，下面是，我蒋介石帮你防守，你必须要买我台湾关系法架构下，买我开出来的菜单武器，拿我们的税金。这个我不要讲了，太深了。你们听不懂，我刚刚讲信托统治有没有？在去年7月29号，金管会核准开发，就是其实它现在叫开发公银啊，借合并华泰万泰银行缴回，要缴回工业银行的执照，要取得商业银行，表示什么？信托统治，美国委托信托统治的任务结束了。因为你们，因为美国来角度而言，你们两岸中国人签 ECFA， 你们和解了嘛？两个中国借由经济协定合并成政治的一个中国，对不对？借由经济整合到一个中国的政治整合，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宪法是一样的，宪法一样，可是因为你们现在分属两个实际的政治实体在管理自己的所谓土地范围。可是不小心借由经济整合，就好像股票合并一样，完成政治上的一个中国，谁会消失？流亡政府嘛，对不对？流亡政府管辖下的公务人员，跟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你们要当中国人吗？不要吗？那你们现在拿的证件是什么？哦，我说的是举手的那些。好，来，财政部国库署组织条例废止案，干嘛？他不在台湾的啊，他把国库署废掉啊，他要去平潭啊，甚至是金门马祖。来，我听个肥卡条款的不？肥卡条款，肥卡条款就是针对双重国籍，有没有？我讲一个，这些你们不要读很那个，我讲一个最简单的，肥卡条款的意思就是，他有取得双重国籍。我现在比如说我有拿中华民国的护照跟美国的所谓绿卡。美国要跟我查税的时候，我把资金移回台湾，
美国就抽不到税，对不对？台湾当局要抽我税，我再把之前我再把资产移到美国去，这样他要抽不到我的税，对不对？其实这个方法其实就是要干嘛？要把中国人逼出来，也不只是中国人，是把这种利用这种缺陷，双重国籍的缺陷，因为美国容忍双重国籍，他利用这个走后门的缺陷，美国要用非卡条款来把这些人抓出来逼出来，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啊、在台湾的中国人利用这个、哦、省下自己的钱，资产移来移去，缴税金的都是一般老百姓，对不对？财团甚至有些财团一年扣不到多少钱呢？扣不到几十万呢？我们老百姓一年加一加搞不好要上万块，对不对？有些人缴的钱甚至比财团要缴的税金要多，对不对？又要逼出来，重点就是这样子。管辖权的移转第二条那款 ECFA 等于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 ROC 中华民国，对，合并以后是不是一个中国？不管是 NGO 就是非政府组织、财团法人、自然人，只要向流氓体制登记的，在 ECFA 的架构下是不是归习近平管，对吗？股票合并嘛，你这个问郭台铭最清楚了啊、哦！来，6月29号，去年中国也跟美国签 ECFA 了，所以变成利用双重国籍在避税的这些人，不管是台湾人、中国人，台湾是美国占领地，对不对？美国要这样干，台湾未来也会这样干，中国也会这样干，所以在这三地游走的，不管是台湾人、中国人，都会去用逼出来，逼出来了就是投降啊。来 ECFA 从台湾金融业取得美国非卡条款，那个 GIIN 码，你把它想成美国的社会安全码，把它想成美国社会安全码，不用那么复杂。为什么？因为他要离开了，台湾的金融机构变成会不会有一阵子没有管辖的单位？我究竟在和平条约第四条财产处分权有没有？我刚刚有讲，他废除了财政部相关组织条例的以后，管辖权是回到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四条财产处分权，对不对？所以变成，也就是说向美国登记以后取得 IN 码的，你看着荧幕就好了，是不是有点类似已经向美国登记了？你就不会因为 ECFA 一中架构下你的财产变成习近平的，还在不？几乎全台湾的金融机构都已经向美国登记了、哦、重点是这个，财团早就选边站了，财团早就选择被美国管了。你们呢？举手的，财团最聪明的。重点就是这个，这个有比较那个啦，这个其实就是在讲我刚刚讲的那些金融机构没有按照照实申报有双重国籍的那一家金融机构，在美国如果被抓到，30%的营业税要扣你整年度30%，所以你说他们敢不敢乖乖的30%还要破散了。下一页是我从美国国税局 IRS 下载因应肥卡条款向美国登录取得全球中介机构识别码 GIM 码，你把我刚刚讲过，你想象成社会安全码，相关金融机构，我只是列举几个比较主要的、哦、有些颜色比较深，我念给你听，英文的，你看这边是不是都台湾，对吧、哦、第一个是那个啥，永丰金，黄色的是 Mega 就是兆丰，再来台中台新有没有？台新有没有？英文台新银行，星光有没有？紫色的星光，这个中华开发我刚才说的，这个远东发 Eston 有没有、啊、这个 Casey 国泰，对吧？
First Commercial 第一银行，富邦有无？即、这个中国信托、玉山、日盛，啊、哦，即间上大间，台湾银行，对吧？哎，拢大间拢登记啊啦，其他有嘛有啦，我就不要列举太多了，所以。管辖权已经移过去了，现在的中华民国财政部跟金管会基本上台务处的乌山小路用、哦、已经被架空了，它是挂名字的，现在想知道吗？前副、哦、你现在知道就好，我现在先跟你说，你看红字右边是流亡前流亡部政府外交部长前副，其儿子前国维是现任摩根大通台湾区总裁，外龙这张相片的原因，你看摩根大通对不？这影片，这个是摩根大通的全球总裁。我为什么会指他？有一个原因，因为这间银行在2003年，十几年前，不是英美联军怕伊拉克，那个时候，摩根大通的顾问是那个时候。想要出卖台湾的一个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有听过无？基辛格有无？基辛格啦，伊迄个时阵，2003年，摩根大通的顾问，那个时候刚好伊拉克要战后重建，他们要成立一家伊拉克贸易银行，方便做事，因为战争状态嘛，要有一家专责机构，结果就是由他得标。架构下所得标的，好、哦、啊，我为什么会指摩根？是因为有原因的，在我找了资料找了好久了。战后重建利润多大？战后的重建的任务业务是不是都是独占的？因为战争状态下要处理嘛。哦，我先讲到这里，下面我还要继续讲。去年大家这个有无？赶快讨论金融整面。去年下半年，国泰很多在什么缅甸，中信有没有并购日本的什么东京之星银行有没有？然后国泰在什么缅甸设什么银行有没有？去年下半年哈很热，对不对？并购中国很多银行，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知道吗？信托统治，中华民国的信托统治结束了，由信托到非信托，所以解脱了束缚，台湾的金融业。等多少人咯？并购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去化新台币。你们刚刚私底下有讲过新台币未来会怎么样，对不对？啊、哦，你能有智慧的人，你能知道为什么要开放出去？每一家银行都要有去化新台币的任务。啊、哦，大家都是有智慧的人。还有一件事很好玩，今天曾明忠我中的那个。奇怪，见个面，总统府见个面，为什么要到所谓总统府去见他？所以这个事情不是简单的金融整并而已。这个摩根大通这个总裁，他有一个任务，而且是我几乎是可以断定的，他有一个任务：战后重建物，伊拉克迄个时阵，哦，麦古，现在拍摄。来，蔡佩兰，马英九的竞选有无？看，任职香港摩根。哎，那赶快嘛，摩根吼，足奇怪吼。好，安尼就好啊。要创啥啦？因知影要走啊。他们在布建他们资金流窜的管道。他们中国人那么团结，你看恁这寡台湾人，可不爱办新闻奖？敢讲你们团结会输他们中国人吗？他们流亡资金的管道都已经建构好了，来，总统府对吧？曾明忠对不？哎，简单的一个金融缜密的聚会，为什么曾明忠要出来？金管会，啊，记得想一下不？金溥聪手下第二号人物，刘大年，这是刘大年，不是他，你有看过他的预言书不？推背图。生我者猴，死我雕，有听过不？生我者猴，搞三啊，那个画面，
老三阿翔，你知不？孙中山，使我雕，雕是啥？鹰。哦。鸠，翔，马英九，也就是套比较有点八卦，中华民国这几个字啊、哦，会成就于猴子，会亡于谁？啊，你看看现在的状况像不像？他为什么讲完以后，金融整病越来越多？这到时候我会讲。你看神猪对吧？拢是摩根，你不要讲说什么官商勾结怎么样不好不好。如果是对于整体老百姓有利的，官商勾结没有什么不对。如果对于多数老百姓公共利益正是有利，官商正常的一种合作，不要讲勾结的，是可以接受的。啊，为什么是摩根？我往下我会再介绍。对我个卖讲啊啦，恁哈，你用 Google 搜寻引擎里面打行政院空格废除条例，一堆行政院废除的法案，好几千条，他要离开了。来，这所谓流亡政府总统府，你该看废止行政院人事组织条例、公务人员福利啊、哦，什么有诶无诶哈？啊、哦，一般网站不相信这个，你们总要参考嘛，啊、哦，好不？你们用搜寻引擎就可以了啦，打行政院空格废除条例一堆啦。你看啊，中华民国行政院搜寻哦。网页里面有没有中华民国？无对吧？但是阮安尼了后，伊最近阁把中华民国加进去啊。这个是说我们之前摘录的，他没有的啊、哦。中华民国国防啊、哦，财政部无对吧？这是以前的，现在已经有听说已经加进去了。两岸中国营造军事骗局，营造不稳定的台湾，以符合韩战的时候，或者美国杜鲁门总统在韩战时有关于台湾地域的说法来做政治操作。为什么？来，我为什么会先讲行政院通过行政院卫生组织什么条例废止案？哦，你看，毒奶粉、餐具清单，然后有毒的对不？食用油、鼎新集团对不？来。刚刚那些为什么政府这个流亡政府都不办？我刚刚更知道之前卫生组织条例废除了，所以他对付不了黑心油。就像我刚刚讲的，财政部你们的存款到时候出事情，谁来保护你们？有什么法律要保护你们？没有，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最明显的管辖权有了啊！我的意思是啊，你没办。这可是跟人讲，管辖权已经转到美国去了，跟美国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已经变成拿台湾民政府架构下台湾政府身份证的台湾人了，跟你们拿中华民国身份证的就无关了。安尼知意思不？来，这是蒋介石哦，国防研究院出版的哦，这一共的哦，安尼中华民国迄个时阵呐，1950年迄阵，我们今天已经是亡国之民了。对吧？这一共哦，我们已经成了亡国之民了。来，这酷手姐，赶快呢！只是有人恶搞一下啊，恁看姐，啊，这我麦哥 N 杠啊，啊，今麦在讲今麦所谓中国人亲中的啊啊，反共抗俄，杀猪拔毛，骗笑的。来，两岸三地中国人开始一中架构的，红字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管辖权的移转，柯震东你知不？我们那一年什么？我们追的女孩，你看有什么人？这块维基百科列落来，什么人？按照两岸中国的国籍法，属人主义什么人？看得出来吗？中国人，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再去维基百科打他的名字，已经不见了，变成他在台北出生的。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都是属人主义的，也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阿公阿嬷是中国人，你就是中国人。这是我在第一时间从维基百科抓下来的，所以是中国人。好、哦，下来张显耀有无？去年有无？国安事件，
山东中国人，我对中国人没有特别意见，我只是跟你们讲法律的层面的事情。国安事件，两岸中国人的国籍，借由这个事件，两岸中国人的国籍是属人主义，两岸中国人借由这个事件在告诉滞留在台湾的中国人，我们是皇民后裔，他们是中国人，无关乎所谓感情，用法律来处理台湾的国际地位。阿哥来，那个时候同一时间，香港的占中运动有没有？他也对付了，表示什么？中国、香港、台湾联合起来，两岸中国开始对付所有的法理上的中国人，但是又反中的势力。你知道吗？也在给你暗示啊。也是这样，同一时间，五十年，不是说香港五十年不变，有没有？有讲过这句话吗？中国，结果发现我们民政府起来了，海峡女双谢淑薇跟彭帅就拆伙了，就很细的，马上就拆伙，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因为他知道台湾他没有办法了，台湾人因为我们民政府起来了，他无法再骗台湾人了。这个不要讲，这个比较深。这不要讲好了。来，我刚刚有没有跟你们讲，越战1953年七月份停战？你看这间文行，这我从中国的网站下载下来，这间，你看它成立的时间，是不是1953年八月？对不对？这家银行其实在他们的公司网站是1999年写成立的，我在维基百科去抓，本来有抓到1953年八月成立，可是维基百科可能我抓下来以后，维基百科已经改了它的时间了，变成1999年成立。这个就是证明了1953年韩战停战以后，其实美国要协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可是蒋宋美龄功夫真好，哦，那个时阵佫把台湾卖掉啊，用功夫，台湾就被卖了。本来有意愿要成立工业银行，结果到1999年才成立，这就是一个反向证明。战后重建的一家金融机构应该是这样子，可是因为蒋宋美龄太厉害了，我们又受苦了好多年。哦，这个比较深，我不讲，我只能够跟你讲，这家银行不是那么表面的，他在他的那个为什么？因为这一家公司现在是他这个人是副董事长，他是艾森豪奖金的得主。二次大战有没有盟军统帅？是不是艾森豪？亚洲区是不是麦克阿瑟？这都等一下我会全盘的跟你们介绍，我为什么会特别指定他？还有一个女的，两位都是金融家。沙漠风暴的时阵，有无？十多年前，沙漠风暴包围了，已经嘛，迄个时阵国务卿布希的时阵，台湾 not sovereign， 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是主权的国家。我们是主权的一部分，但是，所以我们不是国家嘛，对不？但是他们话都讲一半的，所以一般台湾人听不懂。这是2013年，有无？记得艾森豪奖金得主跟记得鲍威尔会面，得主与鲍威尔合照，得奖啊，哦！他去美国，来，这是我的身份证，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身份证，或者是免扣码，或者是美国所说的社会安全码，啊，哦，后面有无？我都要讲的有无？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四条 （USNG） 有无？二二八白色恐怖，阮老爸迄个时阵知影讲国民党要杀台湾人，伫个鸡人外海，伊超工为新竹撞去鸡人，亲目睭看到中国人用铁丝穿过台湾人的手，有没有中国人我不知道啦，扔过去哦，生锈的铁丝扔过去，穿作敢若肉掌，吼，哦，一个人甲踢落去，然后就开始为海转，中国人。这还有影片，我不想让你们看。如果看你们的考，啊，恁即卖有人登票登好国民党吼，哦，我知影迄影片，我看恁搁登好就讲中国人、国民党、民进党嘛是中国人，
为啥？他们宣誓向中华民国效忠，哎，所以是中国人体制下的国民党跟中国人体制下的民进党。我看有时阵看呢，这只是图哦，看到影片，你知道因中国人安那端的无？枪直接为头毙了去，端了个倒了去。影片我不想让你们看，看了你们会流泪。啊，现在看到那么多人还要当中国人用选票，我讲实在，我看你安尼，我的好，但是你是无知。所以不，我没有办法苛责你们。在我一个朋友，因老爸有参加南洋战争，穿过日本军服的相片，你知无？伊甲我讲啥，知无？我是中国人，摕我看因老爸入做兵的相片，军服啦，结果伊讲伊是中国人，神经错乱到这个地步。你看看，对照目前多数的台湾人都是在干这种事，对不对？你们用选票，用各种行为在维持中华民国在台湾各个层面。哦，这个是我的秘籍啦，要抓一些资料，用 Google 维基百科的。好，哦，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中国人宪法是属人主义，我刚刚有讲嘛，对不对？中国人的后代就是中国人，不管他到哪里去。除非他有效忠当地的国家，放弃自己国家。问题是现在中华民国所谓那些中国人，他们没有放弃，对不对？对啊，所以他们是中国人啊。我们被迫使用，我们只好用这个身份证来表示我们不是中国人嘛。来，好，哦，这我拢用维基页啦哈，这我个麦克讲啊。王小波中国人，一共给一句话：228杀20000人小 K， 其实没有杀那么少人啊。哦，小好，你看这个王小波什么人哦？中国江西中国人，掌控媒体就可以控制你们的思想，控制媒体，控制你的头壳。来，小野古尼318学运，小野是一个作家，知不？小野，来，哦，你看伊什么人？你看哦，伊足奇怪。一刚刚重点，臣民跟公民，那是不是日本天皇的臣民？他怎么说臣民公民？我给你看他是什么身份，小野对吧？祖籍安徽，中国人，他都借由这样子钻入台湾各个层面，在影响本土台湾人的思维，控制你们的脑袋，让你们脑袋的思考模式像中国人一样，会晓不？控制媒体，控制你的灵魂。赖信言，福建人，中国人。现在控制台湾人都是中国人。这是一部电影啊，母体在控制着你。《骇客任务》有看过不？有吗？母体奴役着你，母体你给他动作 Chinese Taipei， 控制我，控制着大日本的台湾人。好，哦。活着，为什么中华民国或台湾走不出去？为什么？很简单嘛，版本不符嘛。你是大日本皇民后裔，你怎么用中华民国的宪法？对不对？版本不合嘛，会宕机嘛。这个就是我们的解药，一定要去读。你没有读，半吊子，你会被玩死掉。一定要去了解，骇客任务嘛。另外一款，你没有申请的人，你的模式。脑袋都是流水线上同一种人的模式，你们都是同一种人，同一种制造线生成出来的中华台北的思考模式，你无法跳脱。在011的法律世界里，我们畅行无阻。为什么？咱读得懂法理，中华民国的所控制的媒体跟我们洗脑，我们就不会，我们就觉得啊，这个又在骗人，对不对？不要被动的去接受流亡政府所控制的媒体对你的洗脑，要有自己的想法，来，并且刀枪不入。你知道一讲啥，啊，你个知阿干搁咧骗人啊，对不？你若知影读懂法理，你个知影刀枪不入啊。法理看透流亡政府所造的幻象。来，这个是最经典的，这一条是不是那个端子线？他用媒体控制你，是不是就像一条用端子线插在你的头脑，每天跟你们洗脑，让你们的想法都是以中国人的角度来思考，
所以变成说，你虽然是台湾人，可是实际上你的作为、你的思考模式其实是中国人的模式来思考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对不对？去年六月二九，一千一法周年前夕，希拉蕊接受《商业周刊》的访问。去年，越依赖中国，台湾越脆弱，这其实是一个警告了。来，里面的重点就是这个。我希望这个故事不是说给台，不只说给台湾人听，也能够说给全世界的华人听。这是建国了。来，要讲这之前，赖先讲《商业周刊》的创办人，你看红色的字，金维纯跟何飞鹏，一个是高雄眷村，对不对？一个是南京的大富豪。我刚刚讲的两岸中国人属人主义，所以他们都是中国人的后代，所以他们法理上也是中国人。他们创立的商周可是属于城邦集团，全球华人最多读者。2001年卖给李嘉诚，有没有那个香港的那个富豪？中国人所创办的媒体，它的模式一定是以中国人在台湾来看待他跟中国的关系，对不对？你们看到的媒体，你们自然而然，你们的脑袋会以你们是中国人的模式来看待台湾跟中国的关系。这样他给你洗脑，谁给你洗到你是中国人了，你们就会以中国人在台湾的模式来思考你们跟中国的关系，他就由媒体就把你们洗成中国人了。去年，2013，有无？嘿 ，Snowden 你知无？窃听事件有无？这两天哦，结果 Snowden 爆发监控事件，同一时间爆发的新闻，爆发监控丑闻，全世界的。你看啊，监控的，这都是美国的监控能力，而且是最简单的，可以曝光的监控能力。为什么要这样子？两岸中国人想巴了，人家就用借由这个样子消息放出来，更狗，不要太大过。刚刚那句话，我这句话不只要说给台湾人听，也说给中国人听，有没有？这样讲其实。从美国的政治语言来讲，其实是警告了。国籍、自愿、意愿、合法性，奥巴马不方便说，希拉里说了。监控是自己基本配备，越多中国人滞留在台湾，台湾越安全。为什么？美国就要花越多的设备监控在台湾的中国人。哦，怎么来的？美国怎么载中国人来的？美国就要怎么送回去？来。去年 APEC， 但是其实我们是以台澎金马独立关税领域，对吧？如果要跟中国人分开，有两种方式。一种，我们是因为美日太平洋战争跟日本分开，对不对？所以如果分开以后，我们要用台湾澎湖分离关税领域，加入美国所主导的泛太平洋伙伴协定。好，如果要跟中国人分开的话，国共内战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内战，所以金门马祖是不是从中国独立出来？现状是不是从中国独立出来？关税领域，我们是因为战争被迫从日本独立分离出来，战争分离，对不对？他们是因为战争而独立出来嘛？我刚刚讲过，金门马祖平潭新台币，哦，流通，你别安尼说。准备要消灭新台币了，消灭中华民国的主权象征。ECFA 嘛，两岸中国人，你把它两岸中国人、中华民国跟中华，你把它当成两家股票发行的公司。中华民国管辖下的行政体系人员跟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借由 ECFA 的合并，管辖权会归谁？我想你现实的层面，你们自己心里最清楚。哦，这个就不用了，股票合并嘛，一定是强的合并弱的嘛，对不对？不可能是新台币取代人民币嘛，对不对？不可能是中华民国身份证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对不对？很现实的层面，不要用感情来处理这种问题。来，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8年9月份在联合国已经讲了，他承认什么？
倒数第四行，台湾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安内在不？表示他发表声明的时候，其实早就知道了，只是为了他中国所谓的那种长期以来港随纳而不，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哈，已经嘛维护会凹，你知不？凹未过来，但是他已经用这样的方式已经承认被美国武力侵占了，他、啊、就是合法的，因为战争而产生的占领嘛，对不对？所以两岸中国人都在骗。来，去年9月17日到9月19日发生一个代志。9月17日，美国的这个 Scott Brock 前司法部，这个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演讲。9月17日啊，9月19日，这个是艾森豪的招孙啊，颁发艾森豪和平奖给马英九。哎，蒋介石集团对不对？我颁发和平奖给军队，那意味着什么？解除武装对不？啊、哦，您即马看哦，您注意一下，战争史回顾，您看红色的字，因为我等一下要讲一个事情跟这个有关，红色的字你们记下来。台湾民政府在取代美国台湾军政府。转型成最终台湾政府，好，你看这几个字就好了，看好了，再给你们5秒钟。来，我刚才讲的那个有没有摩根大通，为什么他一下令以后，去年下半年开始金融整并海外的设分行的，他就是金融版的，我研究很久了，他就是金融版的台湾美国军政府，金融版的。来，这两个我会介绍，先介绍前国民党立委李继珠，他是艾森豪奖金得主，二次大战盟军统帅，这个也是台湾工业银行现在是副董事长骆宜君，他也是艾森豪奖金得主，他什么时候得的我不知道。你看哦，台湾金控董事长，他是这一家。第三条信托统制，第四条财产处分权。我为什么会说他们是金融版的？我刚刚讲台湾政台湾银行省属七行库，对不对？省是不是省政府？省政府就是民政府，民政府金融版的台湾民政府。我啊，为什么我会找他？这一家银行也是艾森豪奖金得主，两家都是。重点在于这家银行台湾工业银行，他是非信托制的股票，信托啊未长大人，甲信托是咪长大人？你去看上一页，台湾民政府在取代美国军政府到最终第一位，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在取代台湾美国军政府，到转型为台湾政府，台湾的国际地位一个流程，会不会这样做？我们慢慢再看下去，但是可以确定是两位都是艾森豪奖金得主，因为亚洲地区其实二次大战还有很多问题还没处理完成。来，这是刚刚讲的台湾民政府跟台湾政府的营业执照，因为对美国来讲，我们是民事政府，对不？我们没有主权，我们只能自己管理自己，所以我们没有主权，我们只能组成一个民事政府。人民的民，事情的事，所以对于美国来讲，政府机构也是要发营业执照的。来，今天是 TCG Foundation 台湾民政府的营业执照，哥伦比亚特区约。今天是台湾 Government 民政府到台湾政府哦，营业执照。来，你看哦，我有讲给基金，你有投资投信基金对不对？投信基金是不是你委托基金公司，他帮你操作管理？基金那是不是有一种信用委托的含义在内，对不对？跟旧金山条约第三条信托统制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好，来，奥巴马就任不是去日本跟日本天皇，所以基金会有信用托付的意思。你个看这个，台湾民政府在取代台湾美国军政府，美国是征服者，这样你就能理解的。
这两张就是我们的营业执照，对应那两家金融银行，金融业无缝接轨，这些都是有执照的。来，要干嘛？你知道吗？回到战后法律架构的原点，台湾基本法令有上无？秘书长有好令无？台湾基本法，来，台湾民政府在大日本架构下，台湾金控可是一个台湾银行，因为那个架构，我刚刚讲神属七行库，还是日本时代的架构，对不对？借由战争以后，信托将明治宪法架构下的资产转型要移交给台湾基本法，也就是由信托有没有到非信托为囡仔跟长大人这个流程，台湾的国际地位就会到达，还要到正常化，要到终点还有一段时间，但是确实会正常化的，因为这是一个流程，因为它要改变我们的政治体制、政治架构，不是改变我们的国家体制。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我要讲到紧了。对马海峡，日俄战争的时候，对马海峡，您看那标题个话，日俄战争有一部电影叫做《板上之云》，日本的《板上之云》就在讲日本维新的时候跟俄罗斯的对战，对马海峡。有一对马在哪里，你知道吗？马英九跟奥巴马，哦，很巧。前几年洪仲丘事件有没有？洪仲丘在不？维基百科抓落来，所以我不来骗。9月8号前面日记，9月8号前面日记，不是？9月8号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日，7月4号前面日记。美国国庆，好，这是偶然，好，来，2013年9月8号，日本取得2020奥林匹克代表权。9月8号，我刚刚讲，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日，国际上都知道了，只是他们不想直接跟中国对呛。好，9月8号，来，这个经常在讲 ，Daniel Russell 有没有？你看这个欧力，美国对台湾自治的强烈支持。看重点，美国与盟国同在。我们与美国是盟军吗？我们是不是与美国是盟军？是不是？对啊，那他与谁是盟军？拿中华民国身份证的中国人是盟军。他所以说他支持的台湾当局自治是指谁？中华民国，对不对？对吧？我们与美国是对立的关系吧，对不对？对啊，所以你以为是我们吗？不是，是中华民国拿中华民国身份证的那些人，中国人哦。这是英文版的，英文 support for Taiwan autonomy also helps give our friends 我们的朋友，美国的朋友是谁？中华民国嘛，二次大战的盟军，对不对？在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多阿姨咧，台湾的朋友是指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对吧？我们不与美国不是盟军啊，对不对？所以不要被美国国务卿说的这个话错了。跟我们有直接对话窗口的是美国军事政府，不是国务院，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跟我们有直接对话窗口的是美国军事政府，国务院是讲那一种 可以为他们的国家掠取更多政治经济各层面利益的。我们只有一个法律的对话窗口，就是美国军事政府。来，台湾关系法下的他说的自治应该是金门马祖。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AIT 在台北市内湖区金湖路，看啊、哦，金湖路哦，啊，你看啊、哦，流亡政府在金门，你看啊、哦，金门深恒昌免税商店，我念给您听个好啊，位于金门的深恒昌金湖广场，甲顶头的金湖路是不是同款？哦，这样联想一下，知道他支持流亡政府到金门马祖去自治。
要回家了，剩十分钟，我要讲快一点。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中国人参拜忠烈祠，理所当然。为什么？因为拿中华民国身份证的是中国人，对不对？你把中华民国的华跟民拿掉，是不是中国？中国人参拜中国人的忠烈祠，对啊，有什么不对？那拿秘书长也有讲，39,100名在日本靖国神社，对不对？有日本时代的户籍登本，那台湾人应该参拜的是什么？杀你的228白色恐怖杀你的，你那个时候参拜忠烈祠，是不是很讽刺？你们的祖先在哭泣，要参拜的是靖国神社，39,100名。你看看中华民国中国人多么妖兽，多么妖兽。这个的影片我不要拿给你看了，就是这样，直接从头上就这样掉下去，很多啊，这就是中国人。有时空的背景我不否认啊，知道以后你们又要知道怎么样去调整。这个还算蛮诚实的，说我们是皇民后裔，对不对？皇民后裔跟自台，那他们，哎，柯P慢慢不是说，那你们从大陆来，你们是什么人？我替他加了，就是这个。你不是说我们是皇民后裔，叫做我查资料，这个是蒋介石在那个时候逃亡好像是日本的时候的名字。火影忍者，你有看过漫画不？影分身之术，你知不？这就是他在日本的影分身之术，蒋介石的名字，在日本的名字。中国人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了，是吧？等于讲诶，伊唱日本的，咩？唱中国的国歌《勇士进行曲》，有无？起来，有无？人早就知影，因是中国人啊啦，咱台湾人搁咧摕因中国人的身份证。要讨个派去，大家理解？你讲台湾是被祖国放弃的吗？不对，那个时候是殖民地可以割让，完成主权的架构，万国公法下就不是了，就变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了。在马来港片，来1月13号，赶快去的人有无？支持台湾自治区的国务卿有无？在纽约一共。标题：美国愿为修复日本与邻国关系负责。标题现在，今年也足精彩，今年绝对也足精彩。奥巴马的国情咨文，你看我红字就好啊。奥巴马说，对于亚太地区的领土主权问题，奥巴马主张相关当事国应该采取法律行动，战胜跟战败要处理啊。你看最近的南海议题。我都要讲的，有无？欢迎什么？欢迎谁？欢迎日本到南海巡逻，有没有？国情咨文以后一连串的动作，你们就看得出来了。来，啊，你看日期，1月22号，不是两个日本人，强黑，不要这样伊斯兰。结果，你看左边迄、那个，啊不，右边，几乎是。在这个新闻有没有恐怖分子 IS 以后同步的新闻啊？你看1月21号跟国情咨文是不是差一两天，两岸中国人开始准备要到金门协商了，这都是奥巴马国情咨文的效应。别啦，别流亡政府，你要两岸中国人要谈判了，你们要回去了。来，是不是达沃斯论坛是不是也是国情咨文？有没有前后一两天，对不对？这些我都他在达沃斯论坛讲的，红字，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跟标准准则，啊、哦，你们看红字就好了，不要看我。其实就在讲什么，秘书长第一天应该有跟你们讲，占领不能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能就地了。他已经是间接的承认说，台湾问题要用国际法来解决了。但是中国的人脸皮太薄了，你要他讲旧金山和平条约，他不承认，因为他没有签署，所以他不承认，所以他借由这样子已经是间接承认台湾问题要按照国际法来处理。李克强嘛，国务院总理，
美国亚洲部长，你看又隔一天，时间无法拄啊好个啦。讲这个亚洲部长梅德罗斯，欢迎安倍晋三反省历史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反省，为什么？因为日本政府现在用的是和平宪法，和平宪法的日本有没有参与二次世界大战？没有。要反省，是不是要先恢复明治宪法？他现在没办法反省，所以要反省就要恢复明治宪法，对不对？反向推论嘛，你要我反省，可是我和平宪法的日本我没有参战啊，参战的是明治宪法，你要我忏悔，可以啊，这就是一种另类的一种说法啊、哦。明治宪法，现在日本国的宪法其实已经被夹住了，不得没有对外宣战的权利，哦，不得使用武力之类，只有自卫的权利。所以他只要恢复修宪，台湾的国际地位没办法正常，只有恢复日本宪法。但是这个要美国、日本天皇要谈判。我只能够就现在的状况跟大家讲，啊、哦，要反省，你要先让我恢复和明治宪法啊，啊，发动战争的是明治宪法的日本啊，不是和平宪法、啊，宪法版本不一样嘛，对不对？要我反省可以，你要做出一些承诺。来，过来，左边机嘞，您看，上面这个问题以后，最后会按安倍要干嘛？对不对？这是我从新闻媒体摘录下来的，还要快一点的。这是中华民在中国、哦、各个朝代的，他们都有立一个碑哦。中国早就承认它消失了。来，这卢秀芳平潭智慧岛，就是要给他们中国人。这个是我的高中同学，中间这个医生，他现在平潭医院的副院长。他是新竹市人，不过应该已经搬过去了。中国人，他要去当中国人。去年年初，你还记得吗？哎，去年还是前年年初，不是那个护证系统一直宕机，那个干嘛你知道吗？其实就是将中华民国的人，你们的护证系统移到福建平潭去了，资料先过去了，这在暗示。而且宕机不是宕很久，过去了，这个家伙。亲民党的前立委冯定国承接相关护证系统的业务已经移过去了。哦，您看，他干的都是护证系统的个人机密资料的业务，承办的。为什么要转包网络公司啊？中国人包给中国人的网络公司刚好而已啊，对不对？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啊，对不对？来。流亡政府，玉回一中挥刀自宫，金庸小说有无？啊、哦，为什么？总统府是不是主导国防跟外交吗？你改看废止国防部相关条例有无？你要回去啊，再来领事馆组织条例，那是表示你不是国家嘛，你要回去了嘛。今天我讲给艾森豪，1953年盟军解散了。但是艾森豪奖金的余威何在？他还在，他还要处理二次大战亚洲未尽的议题，很多很多。严明不是刚刚被换下来的？好，到这里还有几分钟，两分钟、三分钟的时间，想一下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现在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思考要问一下的？其实货币哈，货哎，只要你有，因为你的资料有申请，到时候你的孩子只要申请就好了，因为你已经申请了嘛，什么户籍誊本之类，所以只要你再填一个表格就好，他就可以用你申请的那个户籍誊本再办了，直系的哦，对。你们谁办就好，替你们孩子办了。对啊，直系啦啊，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有什么 PTW 啊、CE 啊这样，其实那些都是居留证，全部都是日本时代
父母双方或是阿公阿妈双方都是日本时代的，才是 TW。如果有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台湾人，那你们就是用 PTW， 就是居留证。如果都是中国人的话，居留证的话，它上面的代码是 CE， Chinese Exile， 就是中国流亡，就是中国人。哎，还有什么问题？好，你问。